近日，王珞丹在社交平台晒出素颜视频，在评论区自称退出演艺圈，引发网友热议。王珞丹素颜出镜，身穿简单的白色 T 恤，有刘海的长直发显得清纯可爱。她的皮肤白嫩紧致，五官精致非常灵动，做出各种搞怪表情，仿佛还是那个观众熟悉的米莱。网友看了王珞丹晒出的近况，有人开玩笑说她除了演戏的时候就消失了，好像透明人一样。王珞丹也直面争议，表示是个人就行。也有网友问她是不是退出演艺圈了，王珞丹回答是的。不知道是赌气开玩笑还是说实话。不过近年来王珞丹热度不高，很少有出圈的作品。她曾发文表示不想再当好演员了，只想红，还问网友有没有什么捷径可走，疑似陷入事业瓶颈。此前王珞丹助理养的鸭子走失，王珞丹发布了寻鸭启事，此事带来了很大热度，一度被全网关注。王珞丹还自嘲没有鸭子火，言语中充满了失落。不过还是希望王珞丹能够重拾信心，这样的好演员值得更多的作品。